好，准备弟兄姐妹，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准时又在一起在我们的线上一起来上课啦。那首先我们来做一个开始祷告，好不好？爱我们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抽出这宝贵的时间，能够在一起的来在设线上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一起来学习。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论是讲的、听的，都得着益处。求主带领整个讲座，求主带领，奉主耶稣名祈求，阿门。好啊。我们就以一首歌来做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简单的敬拜赞美啊。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
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好，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讲关于这个智慧人生真耶稣的处世哲学。那讲到圣经，当然好像刚才那一首诗歌就是提到就是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啊，就是天地都会过去，然后神的话却永远长存。那我们也要怎样来从这个真耶稣里面来学到功课。二年来做一个大合照，那麻烦。OK， 请大家预备好哦。好，三，一，再来一张，三，一，好，OK。这边是不是掉线？可能他的线不好，他掉线了。那没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今天的讲员来我们分享这一个信息吧。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的讲员刘嘉文老师也是刘嘉文牧师，目前在这个美国晋升他的这个就业的博士。那接下来我们也非常期待他今天晚上可以和我们来分享这么重要的一个课题，如何从这个圣经来到看这个的智慧人生。好，那我们事不宜迟，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刘嘉文牧师来为我们分享。好，大家好，大家晚上好。也谢谢你们的邀请哈。好，我们今天我可以 share 哈，我可以 share 那个 screen 哈。可以的。好，大家晚上好哈。我们今天来谈一谈这个的真言哈。这个的真言好。真言的处世哲学哈，那在谈这个的真言之前哈，让我来谈一谈这个的律法的重要。OK， 好，其实严格来讲呢，在圣经哈，我们都知道这个律法是非常的重要。其实这个的律法呢，是神与我们人和立约的这个的内容哈，这个的条件哈，所以这个约的条件哈。无论是从旧约到新约，其实上帝都没有改变啊。上帝是一位圣洁的神啊，他也要求他的子民啊，就是我们啊，应该要圣洁的。其实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呢，从这个伊甸园开始的时候，上帝就给下了他的命令上帝赐给这个亚当夏娃他们有这个地方住伊甸园。然后呢，他愿意的与他们同在我是说，神愿意的与这个的亚当夏娃同在。但是呢，当时候上帝就赐下了一条的命令就是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我们都知道亚当夏娃他们都没有听从神的命令，后来就被赶出去了。所以这个住在神的面前听从非常的重要，听从神的命令，上帝的律法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不能够听从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住在这圣洁的神的面前。
那来到这个的迦南之地也是一样的哈、哦、当上帝赐这个地给以色列人，他也愿意的与以色列人同在和、建造这个圣殿在他们的当中，然后表示神住在以色列民当中。但是同样的，上帝的要求是你们都要圣洁，你们要遵行我的律法。在这个的旧约多次的提啊，你能不能够在迦南之地能够长久的居住下来，就看你们有没有听从我的命令。后来以色列人的确的也证明了他们不能够听从神的命令，后来就被赶出啊。同样的命运啊，就是他们没有听从神的命令，再次的被赶出。但是当以色列人被赶出的时候呢，上帝就给了应许说：“哈，你们可以回来，70年之后可以回来。”那当然啊，当时候神应许了以色列人，你们可以回来，问题还是在，就是我们如果回来住在神你所赐的地里面，我们有神的同在，但是我们不能够听从你的命令，结果我们又会怎么样呢？当然，结果还是一样的，会被赶出。但是神在这个的耶利米书里面其实就已经应许了，当你们再次回来的时候，我会跟你们另立新约。OK，神会立新约，所以呢，这个就是从旧约要求你们要住在我的面前，你们必须要有这个的听从我的命令。然后呢，在新约的时候，同样的，上帝应许说你们会再次回来，能够住在我的面前，但是呢，我会跟你们另立新约，而这个新约的内容其实就是神会将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里面。在这个以西结书的36章那里也讲得很清楚，神会把他们的心换掉，把我们的心换掉换成新的心，赐给我们心灵，换掉这个肉心，赐给我们心灵，然后呢也会将他的灵赐给我们神的灵赐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遵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所以你看，新约其实也是一样的，上帝赐下这个的圣灵，把我们的心换掉，他的目的还是要我们能够去遵行神的律法。那我要讲什么呢？就是从旧约到新约，其实神的要求都没有改变过这个律法非常的重要。再说，神是圣洁的神。他的确的要求他的子民是要圣洁的。当然，在新约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就跟旧约很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新约里面，上帝应许了，是他帮助我们去顺服他的律法。我们人当然做不到，OK 因为我们有罪性，我们是罪人，我们有罪，一直不断的缠绕着我们，即使外在上看起来好像是遵守到神的命令，但是其实无论是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目标，都是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上帝从天上看下来，一个义人都没有。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凭着我们顺服神的律法，能够进入神的国有神的同在，没有但是，上帝说我会帮你们我会把律法刻在你们心里面所以。他的要求是一样的，但是新约呢却讲得很清楚，是神来帮助我们所以在这边很快的来讲过整本的圣经这个的律法非常的重要所以并不只是在旧约里面谈律法，其实新约也谈律法，OK 但是新约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神帮助我们来顺服，特别是在基督里面我们竟然是在基督里我们就成为一位顺服的人，还是一样的，不是我们是顺服的，而是基督顺服。但是呢，基督将他的义就归算在我们的头上。如果是你看整本的圣经的话，你也可以看得出这个律法的重要，它的地位这个摩西五经是在整本的圣经最开头我们都知道摩西五经讲的就是律法。所以整本的圣经是以这个的律法作为开始，而在希伯来文圣经呢的另外两大部分也都是以律法开始的。那这边所讲的，我这边是按着希伯来文圣经来讲因为希伯来人希伯来文圣经呢，它的这个的编排圣经的这个的次序呢，跟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个圣经呢是有少许的不同的。
而且希伯来文圣经呢，它基本上是分成三大部分啊。第一部分当然就是摩西五经，第二部分就是先知书。那我们有这个所谓的历史书哈，他们不是的啊，他们是先知书。而先知书就是从约书亚记开始啊，约书亚记这个的啊，士师记啊，这个的啊，撒母耳记跟这个列王记都是属于他们称之为。啊，先知书，我们称之为历史书，但是他们称之为先知书啊，前先知书。然后呢，啊，第三部分呢，就是这个的圣卷哈、啊，圣卷啊，他们的圣卷呢，也跟我们有点偏排啊，不同哈、啊，不太同哈、啊。比如说诗篇哈、啊，他们是以诗篇作为开始的啊，约伯记是在诗篇之后，和、啊、我们的约伯记是在诗篇之前啊。所以希伯来文圣经有三大部分啊，摩西五经。先知书还有圣卷，而这个先知书跟圣卷呢的第一本书，我刚才已经讲了，先知书是第一本书是约书亚记，而这个的圣卷呢的第一本书是诗篇。无论是先知书或者是圣卷的第一本书约书亚记或者诗篇的第一章，都有提到一样东西，同样的东西，就是你们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神的律法。诗篇一章二节，约书亚记的一章八节，那是吩咐给，当然是吩咐给这个的约书亚哈，所以都是提到一样东西，你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哈，所以当然这个哦，有的学者就认为这是非常重要哈啊，他们会说哈，你看律法就成为了先知书的根基，律法也成为了啊这个的圣卷的最主要的这个的根基哈，所以律法哈、啊、律法好，神的命令好，我们必须要顺从神的命令好，好叫我们能够住在神的面前。当然我们这样子一开始讲到这个律法呢，当然是跟智慧有关系好，我们的箴言就是智慧书好，那智慧跟律法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靠近，但是我们当然不可以说是他们是完全等同的事情好，律法就等于智慧好，还不是哈，不过他们有非常非常的靠近哈。比如说啊，在诗篇的119篇就有讲到哈，你的命令、你的律法，使到我比我的仇敌更加有智慧。其实在，刚才讲到是诗篇的119篇的98节哈，119篇的98节哈，你的命令使我比我的仇敌更有智慧。因为你的命令常存在我里面，神的律法会使到我们得着智慧。其实在生命记的17章那里呢，也是同样的提到哈、其实在生命记的17章讲到的就是、当以色列人他们要求立王的时候呢，所以生命记其实已经看到了和这个的、撒母耳记将要发生的事情，然后上帝基本上说你就给他们立一个的王，然后给了很多的条件，这个王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包括17章18到19节这样子说哈，那个王呢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所以为什么要抄写这个的律法，要常常的诵读，要昼夜的思想，然后呢，产生这个敬畏耶和华神的心。而当然，我们的箴言就讲得很清楚，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啊。所以，跟刚才所读的这个的诗篇的119篇所要讲的一样啊，你的命令会使到我比我的仇敌更加有智慧。神的命令，神的律法，无论让我常常的思想，昼夜的诵读，会使到我得着这个的智慧。所以在讲，好，律法跟智慧有着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的诗篇，还有跟这个的箴言。好，诗篇的一开头的时候呢，第一篇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哈，诗篇里面有很多。比如说赞美诗啊，有感恩诗啊，有这个的哀歌，
都讲到的是诗人在那里祷告和求神，或者向神感恩和求神帮助，如果是哀歌的话。但是呢，在诗篇的第一篇呢，讲的是律法，所以我再说，所以这也是就能注意到了，所以圣卷里面的第一本书诗篇的一开头就讲的就是律法。这边就讲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然后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几节的经文都在谈论的是义人的情况。义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他会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恶人呢，那你如果注意诗篇的第一篇的第四到第五节呢，他并没有讲到这个恶人的特征是什么，但是他讲到是恶人的后果是什么。比如说恶人并不是这样的，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他这边只是说到恶人的结果，像这个糠秕被风吹散，站立不住等等。但是你要说恶人是什么的，他们做什么才算是恶人，那我会按着这个诗篇的结构来说呢，恶人所没有的就是他们没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没有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就是义人跟恶人的不同。再说恶人跟义人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他们没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没有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所以这边有讲到义人的情况，有讲到恶人的情况，然后呢，这个的诗篇的最后一节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的选择。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讲到义人的情况，有讲到恶人的情况，这边也就暗示了你要选择到底是义人的道路呢，还是你要选择这恶人的道路。那诗篇的第一篇呢，就开始就很明显的讲到这个律法。简单的来说，你要选择顺服神的律法，还是你不要啊？你要选择不顺服神的律法，你要选择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还是你要选择不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和昼夜思想？这个其实诗篇一呢，就成为了解释整本诗篇的钥匙。许多学者都发现到，诗篇的第一篇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它就如同一个的钥匙去理解整个的诗篇。虽然在诗篇里面呢，你好像看到很少有啦，比如说诗篇的119篇和119篇大谈律法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都是讲到我们受苦啊，然后求神帮助啊等等当然也有悔改了，悔改的意思就是他犯了罪犯了罪的话呢就违背了神的律法然后求神赦免等等总而言之，我要讲的是诗篇的第一篇讲的是律法，就理解整个的诗篇的一个的很重要的钥匙。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的箴言的时候呢，其实它也有类似的结构那同样的，箴言的第一章到第九章呢，基本上也是被认为说是理解整本箴言的一个的钥匙。在诗篇讲到的是义人恶人，然后你要选择，然后呢这边所讲的是智慧跟愚昧 OK， 智慧正在呼召我们，呼唤我们去来寻求这个智慧，然后同样的这个的愚昧呢也不断的在呼召我们和诱惑我们然后希望我们去跟随他。所以这个是按着John Stack 的他的结构大概是这样子你大概也可以看到前半部讲的就是关于智慧的呼召，后半部呢讲的是这个的邪恶或者是愚昧的这个的诱惑，然后呢第九章一到十八节呢讲到智慧的邀请跟愚昧的诱惑同时，然后呢就好像讲到他们同时的邀请我们，然后好像是要读者做出一个的选择，你到底要选择智慧呢，还是你要选择愚昧 OK。 所以它这个的结构呢跟这个的诗篇的第一篇呢很相似的那这个的当然这个的箴言是一到九章了用很长的篇幅来谈这个的课题。
所以诗篇一，选择义人的道路还是选择恶人的道路？箴言一到九章，同样的讲的是选择智慧还是选择愚昧？好，所以我在讲哈，箴言谈的是智慧，然后呢，诗篇一谈的是这个的律法哈，在强调和律法跟智慧有着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OK， 两处的经文都成为解释整本书卷的钥匙。好，诗篇一是解释诗篇的钥匙，箴言一到九章是解释箴言的钥匙啊。我后面会再继续讲的，关于这个箴言一到九章。OK。那但是是的，他们是有着密切关系，刚才讲了嘛，但是他们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东西 ，OK， 啊，所以你不可以把他们完全的等同哈。那或许我们会这样子说哈，什么智慧？首先我们要知道一样东西哈，就是这个的智慧呢，是神以他的智慧来创造所有的，也就讲这个智慧呢。是从神作为开始，而万物的次序、创造的次序呢，都是按着神的智慧而被造的。所以箴言的三章十九到二十节讲得很清楚，耶和华以他的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到深渊裂开，使到天空地下甘露。哦，以神作为开始，哦啊，他是以智慧。来创造一切所有的。箴言的八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也是提到的哈，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前就有了我，这个的我就是智慧。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经被立了，智慧已经被立了。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经生出了。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这都说到智慧是老早在于万物被造之前就已经有了。啊，当然这是神的智慧啊啊，所以它是所有万物次序的根基的源头。OK 的源头。OK， 那这边我会这样说哈，再说。万物都是按照着神的智慧而被造的。当然我们可以从观察这个万物的次序里面，我们可以学习神的智慧啊，的确的。再说啊，万物是按照神的智慧被造的，而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因为神创造了万物之后，他的确有赐下律法，特别他造了人，他赐下的律法给人之后呢，啊，给人，所以呢，我们也可以说，这个的神的智慧也是律法的根基。比如说，神创造了万物，包括创造了人，他创造人是一个有关系的啊，有结婚啊，有生孩子，有这个家庭里面的次序，有父母跟孩子之间的次序，所以他这个是按照他的智慧创造的，但是。讲到这个的父母跟孩子的关系的时候，上帝就给了一个的命令，哦，你第五条诫命，哦，就是律法的第五条诫命，哦，做孩子的你要孝敬你们的父母，哦，所以呢，这个的律法在讲神创造了，包括他创造家庭，对不对？哦，家庭是他创造的，而这个家庭里面的关系呢，比如说第五条诫命就是孩子要孝敬父母造的，所以律法也是按着神的智慧而被赐下的。所以这个的智慧，你们听到吗？可以啊，没事情啊，因为我这边说我的 internet unstable 哈 ，OK 你好，OK 好，万物都是按着神的智慧被造的。律法也是按着神的智慧赐下的，因为他所造的 ，OK， 他都给一次序是按着的他的智慧的，而他也因为他的这个的智慧呢，而赐下这个的律法，所以呢，这个律法严格来讲也是按着神的智慧而定下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智慧是更加的基本，好，更加的基本，好，更加的基础 ，OK， 更加的基础啊 ，OK， 好，那这个我们可以这样了解哈，智慧跟律法的之间的这个的关系。好，第二点，律法的应用需要智慧来去洞彻律法的真正的要求。列王记上的三章九节讲到所罗门啊，所罗门如果他是君王的话，他应该是要按照这生命记的第十七章里面所讲的，你要把律法书抄下来，你要昼夜的思想，好让你得着智慧。但是所罗门当时就求王，你赐我智慧，好像还不够 ，OK 啊？然后他说，好叫我可以判断你的名，能够辨别是非。君王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按照神的律法来判断神的名 ，OK？ 判断 judge 啊 ，to judge 啊，来判断、来审判神的名。在整个的旧约律法啊，在旧约里面呢，特别的强调是你要审判，你必须要按着神的律法啊。所以你看，这个的所罗门他求智慧干什么？求智慧就是好让我懂得好啊，懂得应用神的你的律法去好好做这个判断的工作。简单的来说，所以这个的智慧呢是需要去洞彻那律法的真正的要求。那我们领受了律法的时候呢，我们有几个的问题哈。第一就是表面字义的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只是做到或者是看到律法的表面上的要求，而没有真正的明白到神在赐下这个的律法的真正的要求。比如说法利赛人 ，OK， 当他们认为说我没有犯奸淫 ，OK， 他们就以为说，他们只要没有跟别的女人和同睡，就没有犯上这个的奸淫。但是耶稣基督在解释律法的要求，就是讲得很清楚，他说，如果你在你的脑海里面，你看到了一个妇人动了淫念的话，你其实就是犯了奸淫。所以耶稣基督就开始在阐释着律法的真正的要求到在哪里。所以你说哦，我没有真的是没有跟另外一个人睡过哦，我就没有犯上这个的奸淫罪。耶稣讲不是哦，不只是这样子，你的头脑里面、你的脑海里面有没有动过淫念啊、哦？等等。所以你看，不是在字面上的字义的这个表面上的这个的字的意思罢了、哦、而是你要洞悉到这个律法的真正的要求。那我这边我很喜欢用一个的例子，我们来看这个的利未记的二十三章的二十二节哈。利未记的二十三章的二十二节哈，我没有，好，我可以很快的学一下。那这个是关于这个的收麦穗的这个的事情哈啊，收麦穗哈。当时候神的律法是这样子吩咐的，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各进田角，也不可收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OK。这个是神的律法的明文讲的 ，OK。现在我们来去假设一个的 scenario，OK、okay?。我们去假设一个的情况啊。啊，如果我是一个的财主 ，OK， 我有这个稻田哈啊，这个的麦田哈、啊，然后呢，我就要到收割的时候呢 ，OK， 我有很多的仆人，然后我就开始就给他们吩咐了，我就说，哎，你们哈。我告诉你们哈，你们要去收割，你们跟我小心翼翼的去收割哈，一定要去收割哈，好好的收割，小心翼翼的收割，千万千万不要不小心遗落一些的麦穗下来。OK， 你们跟我小心一点呐、啊，好好的去收割哈。但是如果真的是不小心遗落下来之后
的话呢，哎呀，没办法了，你就不要去捡了，你不要去收了。为什么呢？因为律法讲到吗？不可收取遗落的，不小心掉了下来，遗落下来的，你们就不要去收取。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跟我小心翼翼的，好好的收割。如果你们真的有不小心掉下来的话呢，啊，我要扣你的工钱。OK，好，现在我问你，我有没有遵行到律法的要求？我有没有遵行到律法的要求？表面上我有遵行到律法的要求，我这样子的吩咐其实完全没有违背律法的要求，对吗？没有啊，我也讲得很清楚了吗？如果真的不小心掉下来的话，那你们就不要去捡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律法的确是这样子教导啊，律法的确是这样讲。从表面上我是顺服了律法的要求，但实则上我并没有真的顺服。所以你看到吗？所以我强调一样东西，就是。我有这个的字义上的问题，我们很多时候好像做认为说啊，我们做到律法的要求了啊，但是我们的心态很可能没有真正做到律法上的要求。哎，sorry 啊。OK，好，sorry。好，所以这个就是表面字义的问题哈。所以智慧要洞悉真正的要求啊，这个很多时候我会 argue 说哈，波阿斯哈，他当时候就吩咐这个的他的这个的工人们呐、啊，哎呀，你们特地的要把那个的麦穗留下来，为什么呢？好让路的哈有需要的人能够捡起来。其实波阿斯所做的就是真正的洞悉到律法的真正的要求，就是你要照顾有需要的人，所以呢，他会给予这样子的吩咐。所以啊，这个是我在强调啊，表面质疑的问题，我们好像有的时候好像做到表面上哦，我遵行了律法，其实没有，我整个的心没有真正的去遵行，因为啊，我没有去用智慧去好好的理解神的真正的要求。没有明文规定的问题哦，这个我也是喜欢用波阿斯。比如说，严格来讲呢，《路德记》里面的波阿斯，当他去娶这个的路德呢，他并不是按照着圣经明文规定的律法任何的一条，好像都不是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找到有两种的律法，一个叫做我们称之为寡少之律。什么是寡少之律？就是哥哥死去了，弟弟要去娶哥哥的。妻子和为他留后，但是波阿斯跟这个的路德的丈夫的关系不是哥哥跟弟弟的关系，不是啊。寡嫂之力是讲到是要去哥哥要弟弟要娶哥哥的妻子啊，但是在讲波阿斯跟路德的丈夫的关系呢，不是这样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个的律法称之为近亲赎回律，那近亲赎回律呢就是。当你的近亲有需要的时候，贫穷，比如说他太过贫穷了，他把自己卖掉啊，然后作为奴隶，或者他把他的产业卖掉如果他没有能力赎回的时候呢，身为近亲就有这个的责任去帮他赎回。那波阿斯是一个近亲啊，近亲赎回律从来没有提过你要去娶别人的老婆，那个是寡嫂之律。波阿斯身为近亲，但是他的确有娶别人的老婆，OK，为他留后。那所以呢，波阿斯所做的，他其实是有很多人说他是超过了这个的明文的规定，OK，他超过了明文的规定。当然律法当他写下来的时候呢，他没有去处理很多的情况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时代，OK，我们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有抽烟的问题啊。我们有贩毒的问题啊，等等哈，这个很可能是在古代的时候没有的。那么圣经没有明文写下来了，他说哦，这样我们就不知道上帝的要求是什么吗？其实我们是可以知道上帝的要求是什么，就是透过智慧，
洞悉神的所有的律法的真正的要求来去看待我们今天生活的时候，其他的事情圣经所没有提到的应该要去如何去面对。 OK 啊，所以波阿斯他的确所行的并不是按照明文规定的，不过他的确做到了，我会这样说，他做到了律法的精义，他为了别人的好处，好、哦、从他特别的留下麦穗来照顾贫穷的人就已经看得出来了，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为别人留名，好让这个产业再次的归回给他们，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的，或者是一个按着圣经律法的经义而行的一个的行为。所以、哦、我们需要智慧来洞悉律法的真正的要求。当律法写下来的时候，他好像是想到这个的字面上的一些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看到他背后的那真正的要求到底什么，而这个就是需要我们以智慧去理解的。我们可以说理解到律法的精义，而不只是单单字面上的要求。当然字面上的要求我们也要做到，我们不但只要做到字面上的要求，我们还要理解到那个的精义是什么。还有智慧的书籍呢，很常探讨一个东西，就是洞悉到看起来与律法有矛盾的事情。OK， 其实上帝很多时候在律法里面基本上是提到的，就是说，你如果顺从我的律法的话，我会赐福你，我会使你昌盛。如果你不听从我的命令的话呢，我会咒诅你。当然，我会让你凡事都不亨通。但是呢，在地上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却看到好像很多这些呢，都好像跟神所讲的不一样。恶人反而昌盛起来，义人反而去受苦哈。但是呢，这个智慧呢，就要洞悉到这个背这个的矛盾背后的真正的情况哈。诗篇的第73篇这个是很妙的，为什么呢？因为诗篇的第一篇就讲得很清楚了哈。这个的义人是凡事亨通，但是呢，这个的恶人呢却不是这样子。但是诗篇73篇呢却讲到一样东西，但是我看到的是恶人竟然昌盛起来，我要怎么去面对？为什么他们会昌盛？当然诗人在这个的诗篇的73篇呢就有得到他的答案、哦、他去到这个圣殿的时候呢，他就想起了这个的恶人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OK， 约伯记里面所谈到的也是类似的课题，和义人受苦要怎么样。约伯他非常的清楚，他相当的肯定的认为并没有因为他特别的罪，我必须要强调啊，这是特别的罪哈。为什么呢？因为严格来讲是每一个人都是犯罪的，约伯也有献祭的，当然圣经讲到是约伯为他的孩子献祭哈。但我想约伯也知道自己是罪，其实在约伯记里面他自己也承认他并不是完全人。 OK， 不过他并没有因为他特别的一些的某个的罪呢而遭致到这么多的灾害，他相当肯定这一点啊。所以义人在受苦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样回应？约伯记探讨的是两帮的人，一个是约伯跟他的朋友们啊，都尝试以智慧去理解啊，为什么约伯会受这样的苦，怎么样去回应。 OK， 我要强调是回应啊，他们怎么样去回应？约伯当时候到后来的时候，他当然是已经是 complain 啊，基本上是说他已经是埋怨上帝啊，你无论是义人啊，还是这个的完全人还是不完全人，你都是一样受到审判的哈。他其实到后来的时候有点跌倒了。而约伯的三个的朋友呢，他们的回应是这样子：你为什么犯罪啊？你为什么受这么大的苦呢？就是因为你犯罪咯，你犯罪，快的悔改啊，快的悔改。等一下我再回来谈这个的课题哈。还有传道书也提到一样东西，就是他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要快快的好好的去寻求神的寻求这个智慧。但是传道书他也道出一个的问题出来，我们寻求的跟不寻求的结果好像是一样的，大家都会死掉。 OK， 我们就死亡嘛，死亡都会临到我们每个人，并没有说那个寻求智慧的就能够活久一点。虽然在律法里面好像有说到，如果你有好好的
顺服神的律法呢，你可以长存，OK？但是很多时候，义人反而是短命，OK？那个的恶人呢，反而好像比较昌盛，比较活得比较久啊，所以努力却好像没有换来所该得到的这个的情况啊，寻求智慧，结果呢是跟没有寻求智慧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智慧呢，的确也是要洞悉，好，要去理解这些律看起来跟律法有矛盾的这些事情。那所以智慧书特别的，很多时候都有特别的来探讨这个的这方面的这个的课题哈。OK，好了，所以我这边大概说哈，我点出三点哈，这个的智慧跟律法的一些的不同啊，智慧可以说是律法的根基。OK，而我们需要智慧来理解律法的真正的要求，跟我们也需要智慧来洞悉一些至少活在地上这个时候一些看起来跟律法有矛盾的事情，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以智慧去理解的。OK，我们来看这个的箴言。那箴言你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好。第一部分是1到9章，我们称之为前言，刚才所讲的这个其实就是了解整本的箴言的钥匙。另外一个呢，就是从第10章到第31章，10章到第31章。所以箴言的1到9章这个的前言呢，它很妙的，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1章7节就谈到你要敬畏耶和华神。9章10节也是谈到你要敬畏耶和华神，这一前一后，就是一开始的时候1章7节，跟最后后面的时候呢，就9章10节呢，就把整个1到9章就框在所谓的神学的讨论之下，就是寻求智慧跟敬畏耶和华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虽然在整本的箴言里面，都是谈到大多数谈到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这个的这个的事情，人与人之间处事待人的事情，而比较少提到神。10章3节、22节等等，一些的经文当然是有提到神的，但是大部分都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理解箴言的一到九章是前言，如果我们理解箴言一到九章是那个钥匙。而箴言的1到9章强调的是，你必须要敬畏耶和华神。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到，重新敬畏神，重新敬畏神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出发点。OK，是我们行事，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的相处的一个的出发点。那敬畏神，好像是有点干扰，可以 mute 掉你的声音吗？Sorry，我听不到哦，Hello。你听不到哦，这个跟你的 mute 不关系吧？所以请 Hello，你，Hello，今天吃了那 meeting，你叫什么名我叫刘嘉文，OK，啊？啊？好，我叫刘嘉文哈，不，我刘的意嘉，思说。呀，因为你那边有声音传出来所以就请你 mute 你 mute 掉你还是可以听到的。哦，你 mute 掉了之后，你还是可以听到的，好，我帮你 mute 了，我帮你 mute 了，你还是可以听到了，好，好，重新敬畏神是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的出发点，所以这个的敬畏神，就成为这个的钥匙，再讲。我们处事待人都是基于敬畏神，这个是箴言一定要强调的事情。其实对我来说呢，一个的基督徒敬不敬畏神的确会引导我们去做出不同的决定。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能当别人没有看到的时候呢。我之所以不会去做，比如说欺骗人，OK，欺骗人，你为什么不会去做欺骗人？因为你心里有神，你知道神在看着你，
你知道神在掌控一切，因为你心里敬畏神，以至于你不会欺骗人。虽然别人不会知道你在讲谎言，如果说你很精明的话，你的确可以撒一个谎，是在地上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看穿的。但是因为你从心里面敬畏神，你选择了不会撒谎，所以这个是从心敬畏产生的这个的行为。因为有些很多事情你可以在暗处里面做的，为什么一个义人或者一个智慧的人在暗处里面他们也不会做呢？比如说你在外面的时候你不会讲一些比如说你不会做一些奸淫的事情，但是你在暗地里面你却敢敢的去做奸淫的事情，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敬畏神。一个真正敬畏神的人都知道神是在观察着我们所有的行为，而我们也知道我们做的事情不可以得罪神，所以即使没有人看见，我们也不会行出这样的事情，就是出于我们敬畏神的心态。我们大卫我这个大概讲一下大卫的这个的情况，在撒母耳记上的23-24章4-6节，当这个扫罗要去追杀这个的大卫的时候呢，他其实有一次机会，两次的机会，也不止一次哈，两次的机会呢是有机会把这个的扫罗给处决掉的啊，就是他进去他藏在洞里面，大卫跟他的士兵们都藏在洞里面，他的仆人们，然后这个扫罗要大捷了，就进到这个洞里面了哈。当时候就非常的靠近大卫，他的士兵，这个扫罗的士兵都在外面，所以呢，这个大卫呢，如果要把他给处决掉呢，是非常的容易。所以跟随的人呢，当时候就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那这个是耶和华神说的哈。当时候这个的跟随他大卫的人呢，都正在quote这圣经的话，耶和华曾经说过，我要将你的仇敌交给你。扫罗是正在要追杀大卫的人，所以很明显的，扫罗是一个的仇敌。竟然耶和华神应许说他要将仇敌交在你手里的话，当然你可以把他给处决掉。但是当时候的大卫他怎么样回应呢？他当时候他的确有割下了扫罗的外袍的衣襟，但是呢，他很快就心中自责，因为他割了扫罗的衣襟，然后他就说了：“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这个是我很多时候会认为说是大卫在表现敬畏神的最佳表现，就在于这里，因为严格来讲，扫罗是一个恶人，我们都知道，扫罗是不敬畏神的，他违背了神的命令。然后呢，扫罗呢也是他的仇敌，大卫的仇敌，还有大卫本身也是受膏者，他是被膏的，他以后将要做王的。但是大卫非常的清楚的知道，在此刻扫罗既然是我的君王，我不可以下手害他。因为什么呢？并不是扫罗有多么的好，他是很好的君王，所以我很爱他，不是。他说得很清楚，是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不敢伸手害他。所以这个敬畏神是从这个的对神的一种的心态，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的王不好，这个的政府不好，我们可以任凭的去批评他，但是我们忘记了在这政府即使他怎么样不好都好，他的背后其实是上帝将这个权柄赐给他的。所以这个敬畏神，真正的敬畏神并不是看人的 OK， 或者是，你没有看到我就敢做，或者是，你这么的不好我就敢这样子来对待你，不是。他最终是看神，我之所以不敢做是因为我知道神在观察，我之所以不可以这样子来对待你是因为这是上帝的要求。 OK， 所以这个大卫的智慧，即使是我所处的处境里面是非常的糟糕。 OK， 那这边我还要讲一下子，就是这个对神的命令的定义的这个的明白，为什么呢？这个很重要，
因为很多时候啊，比如说啊，当时候的跟随大卫的人呢，他的确是引用圣经的话，或者是引用神的话，这样讲好不好？当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他引用的是圣经的话。OK，他讲哦，你这边跳下去了，哦，上帝会用的使者和拖着你的，这个是从诗篇那边来的。所以你看，魔鬼或者是跟随大卫的人啊，我没有讲他们是魔鬼哈，不过他们的确也正在引用神的话语。但是大卫跟耶稣基督是真正的明白神的律法的要求，以至于当时候耶稣说：“你不可以试探神，我不可以如此跳下去，因为这不是上帝的要求。”而这个的大卫呢，也懂得，是的，上帝会将我的仇敌交在我手里面，但是这个不可以 apply 在扫罗的身上。为什么？因为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你看到吗？这边这个就是你真正明白神律法的精义，需要我们有智慧去洞悉。我想当时候的大卫呢，就非常清楚地洞悉到神的真正的要求在哪里，以至于他不敢去杀扫罗。好了，但是大卫也有愚昧的表现的时候，就是我们都很清楚啊，大卫就跟这个的八十八犯上了这个奸淫罪，还不单止如此，他犯上了奸淫罪，他还暗地里把他的老公给杀掉当时候就告诉这个的约押你把这个的乌利亚派到去前方去打仗当他们在交战的时候，你们退兵，OK，就让这个乌利亚在上面继续打仗就让他就是基本上是要他战死了就是借刀杀人了。当时候大卫就更加可怕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他走去安慰这个的约押。那我们的中文的圣经翻译呢，基本上是说你不要应该是不要为这个事情而忧伤，可能是这样子翻译我忘记了。原文其实是这样子的，当时候大卫跟这个的约押说呢，你不要看这个为恶事。再讲啊。这个是原文啊，我们中文翻译比较柔和了你说你不要为这个事情而忧伤。其实，在原文里面呢，是很比较 harsh 的，就是大卫竟然敢在那里劝约押说，你不要看这个事情为恶事。OK，当然后来上帝就差遣这个先知去告诉你所做的就是恶事。OK，那 上帝当时候责备这个的大卫呢，就说你是在暗地里行事的。你在暗地里行事，所以我就在日光之下报应你。所以当时候大卫他在暗地里，在没有人看得见的时候，他暗地里去做这事情，其实他当时候就显示出了他没有敬畏神所以同一个人，一个时候他显示了他非常的敬畏神，但是当他做了君王的时候，他就开始藐视神了。所以当时候上帝给他责备就是，你藐视耶和华，藐视耶和华，OK。你藐视，你既藐视我就是大卫，你竟然藐视我耶和华神，娶了这个赫人乌利亚的妻为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那是你的家，OK。所以暗地里做的事情，OK，所以一颗真正敬畏神的心。是会勒着他，他不敢这样去做的。当然，大卫有很好的回应后来这个拿单去责备他的时候，他就马上的悔改。这又跟扫罗不太同了好，扫罗被责备了之后呢，他犯罪责备之后，他多多的推辞，多多的推卸责任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扫罗的所谓的悔改呢，我错了都不是真正的认罪这个是他跟大卫的不同。所以藐视神。敬畏神在当你真正敬畏神的时候，你会不敢做越过他命令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在藐视神，你并没有敬畏神的心，你在暗地里的时候，很常敢去做一些的事情。好，既然讲到这个的敬畏神非常的重要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也讲到这个箴言的1到9章里面所讲的是有两种的呼召，一个是。智慧正在呼召着我们，一个是愚昧正在诱惑着我们，而我们我在这边讲这个是其中一个的一种的解释我不能够讲这个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解释的，而这边我要讲的这个解释呢，是我所认同的这边所讲的这个1到9章里面所讲的智慧跟愚昧到底代表着什么？
在圣经里面，在箴言里面呢，有一些的暗示，比如说九章第三节就讲到，智慧在城中最高之处，而只有耶和华神是有权住在城中最高之处。我现在读的另外一个九章十四节的讲到，愚昧也其实也是在城中的高处，这应该也是指的是神，不过不是耶和华神，而是外邦神。那这个的概念呢，是从多处的经文所理解的，比如说在圣经里面很少很有的时候是描述这个山呢，其实就是神的居所住处其实耶和华神当时一开始显示他自己的时候，他就在西乃山上来显示他自己，好像神真的是在山上一样不过这个是对比当时候很多其他的人都认为说神是住在山上的，为什么呢？因为山是连接这个天嘛所以呢很多其他人都认为这个的神是住在山上的所以神好像也说，你们既然这样子认为，好了，我就特别的在西乃山去显示我自己显现我自己。所以在圣经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山呢，就好像是这个神的居所，而耶和华神的山以赛亚书的第二章二节，耶和华殿的山，耶和华神殿的山要高于，要超乎诸山。那耶和华殿的山是什么山呢？就是锡安山。其实你问锡安山高吗？其实并不是高，但是为什么那边圣经特别强调这个锡安山要超乎诸山呢？它的对比并不是在比着谁的山比较高，它的对比是对比这个锡安山上有耶和华神、耶和华殿的山嘛对比其他的诸山，因为诸山的上面有其他的假神。所以也简单的来说这个以赛亚书的第二章的第二节要讲的是耶和华神是超乎诸神的。所以这个是在旧约的一种的概念，就是说这个神呢是住在最高的地方。所以呢当圣经我是说箴言的第九章有讲到这个耶和这个智慧在最高之处，这个愚昧也在高处呢，这就有点像是耶和华殿的山是最高的，对比对比其他的诸山因为他们也是在高处。所以呢我相信这个的理解是正确的，就是智慧呢其实最终所代表的就是耶和华神，而愚昧呢代表的就是外邦神，特别是巴力神。而愚昧呢跟二章十六到十九节还有五到七章所讲的这个淫妇非常的有着密切的关系把这个愚昧就描述成一个的淫妇呢不断的诱惑这个年轻人跟他过一晚所以呢那个的图像呢就是一个的淫妇。而很多时候拜偶像在旧约里面呢就常常被比作为是犯奸淫，就跟淫妇犯上这个的关系。所以呢这样子愚昧就是淫妇呢，这个在讲他很可能所指向的就是拜偶像的问题。所以这个的结论就是你到底是选择智慧还是选择愚昧，这个就关系到你是选择真神还是你是选择假神的。所以在讲一到九章其实所谈的是把框在整个的神学的课题里面，从这个的角度来看所有的所谓的我们人与人之间的这个的关系。所以第十章跟以后的箴言，所以很多时候所讲的都是讲到的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但按这一到九章来看呢，这最终是跟神、跟信仰、跟生死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比如说十章一节讲到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我们再从一到九章再讲到这一到九章是钥匙从一到九章来理解的话呢，就让我们理解到说令父母欢乐的儿女是亲近智慧的，其实也是委身于耶和华神，而令父母担忧的儿女他们的行为表明了他们是愚昧的，他们是亲近愚昧的妇人的或者是亲近外邦神的所以再说总而言之箴言所讲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OK 我们相处之道是脱离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脱离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我想这个我们应该可以理解我们
真正的敬畏神，我们就会如何的待人。其实圣经也说到一样东西，比如说啊，来到新约的时候，比如说约翰一书就讲到说，你真的是爱神吗？如果你真的爱神的话，你当然就会爱你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说你爱神，但是又不爱弟兄姐妹，你是说谎的。所以你看，简单的来说，如果你真的是敬畏神的话，你严格来讲就会以爱来对待你身边的人。但是呢，如果你不懂得以爱来对待你身边的人，你说你是敬畏神，很可能那是说谎的。所以这个的道理呢，其实从来没有变过，和箴言其实所教导的就是如此。你真正的敬畏神，这个就会引领我们懂得有智慧如何去面对我们身边的人。OK？ 好，这样子呢，我们就来看箴言的十章到三十一章。OK， 箴言的十章到三十一章。好，这是第二部分呢。那我们如果是要分它的结构的话，我们可以分成这边所列出来的十章一到一节到二十二章的十六节，那边讲的是所罗门的箴言；二十五章一节到二十九章二十七节讲的是所罗门箴言。然后在中间的部分呢，就二十二章十七节到二十四章三十四节呢，就讲了这是智慧人的言语。第三十章呢讲的是雅古尔的言语，然后呢三十一章的一到九节讲利木以勒王的言语但是严格来讲呢，在箴言里面呢有很多的教导呢都是散布在其中的对某一个课题的教导呢是散布在其中的。比如说懒惰人不可以再懒惰在箴言里面很常提醒不可以懒惰你要努力，你要你要好好的亲手工作这个是在整个的整本的箴言里面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一方面的教导所以呢这样子呢我就是以课题来讲或者是说我会着重一些在箴言里面比较明显的比较特殊的一些的教导。第一，箴言教导优先次序箴言非常的强调这个的优先次序我这边只是列出一些的经文这些就被称之为所谓的强如箴言或许我们可以看一看比如说十五章的十六到十七节 OK， 我再来学一学 OK， 箴言的十五章十六到十七节，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赐素菜彼此相爱，强如赐肥牛彼此相恨。那这边就讲到这个所谓的强如这类的话呢，在整个的箴言里面你都可以看到。他其实正在教导的是一个的优先次序的课题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很多时候就是不懂得分优先次序，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那次要的不代表不需要去做 OK， 或者是不重要但是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OK。 那这些的经文呢再回来OK， 那这些的经文呢我这边大概列出了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敬畏神，行公义，彼此相爱，刚才你看到的十五章的十七节还有这个的谦卑呢等等都是人生里面首要的追求。那强如箴言呢，其实圣经并没有反对，或者是箴言并没有反对富裕财富是一个的中立的东西并不是说你有了财富你就是万恶你就是犯罪并没有这样说我们都知道比较出名的比如说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他是非常富裕的 OK， 你不可以因为说他有钱就是有罪了不是那强如的箴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把追求金钱 OK， 你把这个的富裕看得重要过敬畏神，看得重要过行公义，看得重要过彼此相爱，那我们就产生问题了。再讲他并没有反对富裕，你可以其实圣经也有很多讲的说如果你好好的
顺服神和、哦、上帝是可以赐福给你的啊、哦，让你亨通，凡事都亨通 ，OK， 也让你有一定的啊、哦、富裕的啊、哦，这个是可以是上帝的祝福啊、哦。但是呢，当我们把这一方面的追求超过了敬畏神，超过了行公义，那就是问题的所在。所以在讲这个是在教导优先次序。再说我们人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不懂得分优先次序，当然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啦，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哦，敬畏神要比财富更重要啊。但是我们需要工作吗？需要。我们需要工作来赚钱吗？需要。但是那个不可以超过、啊、我们学习敬畏神，学习行公义，学习彼此相爱等等、啊、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啦、啊、但是还有很多的，比如说还有其他很多、生命上的问题、啊、甚至是教会里面的这个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我们常会说的、啊教会里面、啊、传讲神的话语，按真理传讲神的话语比较重要呢，还是人数多比较重要呢、啊、你听起来很简单，我应该是说按着神的真理来传讲神的信息比较重要，但是很多时候包括我、啊、这些的牧师们很可能都会落入了一个的、啊、陷阱，就是我们非常的担心、啊、人数、啊、的问题 啊教会人数很少了，哎呀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啊、我们可能可以要讲一些的信息来吸引更多的人 一些比较、啊、妥协的信息来吸引更多的人、啊、等等、啊、所以你看我们就很可能在这些很小的事情上我们就没有把这个优先次序给搞好、啊、没把这个优先次序给搞好。所以箴言的确是在教导这个优先次序，我们要常常的思想、哦、什么是我们人生里面最重要的，而什么是第二重要的，并不是完全不重要、哦、也是重要的 OK、但是可能没有这么重要、哦、所以强如箴言就把这个优先次序就交代的非常清楚。再说敬畏神，行公义，彼此相爱、哦、谦卑，行律法等等，这些都是首要的。箴言也教导这个的合宜的行为、啊、这些我就不列太多了、啊、其实也相当多的经文，比如说、唱歌好吗？歌唱颂赞神好吗？当然是好，二十五章的二十节讲的是，但是如果你在一个伤心的人的面前走去歌唱的话呢，就非常的不合适，非常的不合适。OK， 下雨好吗？下雨当然好、啊、但是呢，在收割的时候你去下雨的话呢，哦，天上下雨的话呢，就对我们来说就非常的不好了，哦啊、因为你在下雨的时候呢，就做不到收割的这个的事情了。所以律法的应用呢，是否的恰当，其实可能跟环境、跟时间，还有特别的跟我们的心态哦，有着密切的关系。我这边特别的列出的二十六章的四到五节、哦、你要按着愚昧人、啊、的话来回答他，然后第五节也是一样，你不要啊，不，第四节那边讲了，你不要按着愚昧人的话来回答他，然后第五节又讲你要按着愚昧人的话来回答他。 OK， 所以都好像是讲同样的事情、啊、但是呢心态非常的重要。那如果一个人愚昧人在讲话的时候，你是为了要跟他争辩呢，然后你想要赢他呢，你想要打他呢，就是要讲赢他，打败他等等呢，你如果是按着愚昧人的话来去回答他，这样子来回答他的话呢，那其实就是不对了，那就不好了，你也成为一个的愚昧的人，因为你跟他一样，都是为了要争要抢，要斗。但是呢，如果你的心态是真的是为他好，因为他真的是有愚昧、哦、如果我回答他能够显露出他愚昧，让他看到他的问题，然后能够悔改，如果这个是你真正的心态的话，那圣经就教导说你要按着愚昧人的话去回答他。所以你看你的心态怎么样，就决定于你这个做的这个事情合不合宜。所以这不是单单对于说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的问题。所以你问、我这个愚昧人讲的话我们要不要回答他呢，可以还是不可以，最终是看你的心态是怎么样、我的、过去在我的教会里面的我的会友都 大概抓到了，很多时候他们问我一些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不会直接的给一个的答案，因为处境的问题、你说、我们可以不可以做这个事情，你的处境是怎么样的、你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你知道我们做一样事情，你做的事情跟我做的事情
从外在上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我们心态不同，就是不同。OK，你可以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但是你的心态是说，你看我帮助这些人呢，你看我多么的了不起哦。你的心态是为了要人去赞赏你的话呢，跟另外一个我也是一样，给一些有需要的人一些的钱财上的需要哦，但是我的心是真的为他好哦。这两种的心态，外在上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你的心态不同就是不同。我就决定你这个事情呢是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啊，是应该的还是不应该的。所以我在讲你发现了吗？是这个是真的是需要我们用智慧去洞悉啊，上帝的律法的真正的要求到底是什么。刚才已经讲了嘛啊，这减麦穗的事情啊，这个啊，所以我都是没有去减这个掉在地上遗留下来的麦穗。但是一个呢是不小心掉了，没办法，但是我要去顺服神的律法，所以呢，你就说不可以去捡。另外一个是特地的留下来，因为他知道有人需要啊。所以你看起来都是有掉下麦穗的情况，但是这个的老板和这个的主人，他的心态是怎么样？是真的为别人好呢，还是不是真的为别人好呢？就不同了，完全不同啊。所以律法的应用是否恰当？还要看你的环境，还要看你的时间，还要看你的心态。这不单单是对或者是错，是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的问题。所以我有时候很担心我的会友常常问我说这可以做吗？那个不可以做吗？可以做哈，那是因为什么哈？那个处境是什么哈？你的心态是什么哈？不可以做，那是你的处境是什么？你的心态是什么哈？这些我们都应该要讨论的。你不能够是一支棒哈，打完所有的人哈，所有的情况都是一样的啊，不是的。还有哈，那我这边顺便谈一谈这个越国记的三个越国的三个的朋友哈。那其实越国的三个的朋友呢？他们所讲的呢，其实严格来讲是按着律法的要求而讲的。其实他们最终要讲的一样东西就是说，你违背了神的律法，你犯了罪，所以呢，你遭致到这样的灾祸，所以现在你快快的悔改。严格来讲，这个的教导并没有错，因为圣经还有很多其他经文都讲到了。你如果顺服我，我就祝福你，你如果不顺服我，我就将灾祸降在你的身上。然后神很多时候还甚至是呼召他们悔改，你们快快悔改吧，好叫我不会将这些灾祸降在你的身上。所以从神学的角度来看的话，约伯的三个朋友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用的不对，这个就是智慧的问题咯，他们用的不合宜，他们 apply 错误，他们用在这个的约伯的身上就完全错误了。因为约伯真的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特别的罪而招致到这些的灾祸，而我们有天上的那一幕，就是上帝跟这个撒旦的对话的那一幕，所以呢，这个是试验约伯的一个的情况。所以你看约伯的三个朋友是正在用这个律法吗？其实的用这律法的原则吗？是的，他们正在用这律法的原则，甚至在神学上我们可以说这个是报应神学。你不可以讲报应神学是错的，报应神学在圣经里面是对的，上帝讲得很清楚，你顺服我我就赐福你，你不顺服我我就咒诅你，这个我们所谓的报应神学了。 OK retribution，可能我用这报应不是很好，这个的报应神学吧。 OK 好，所以这个严格来讲没有错的，这个的神学的没有错的，这个原则没有错的，但是他们用的不恰当的，而且他们还要硬硬的说约伯你一定是犯罪，虽然约伯讲了很多次我没有犯罪，但是呢他们仍然坚持，所以呢这个就显露出了他们的愚昧。虽然他们用律法的原则是用的正确的，再说，他们所讲的律法原则是正确的，但是他们用的不恰当。OK， 用的不恰当，所以这个的箴言呢，就很在于这我觉得这很重要和智慧，就是真正的理解律法背后的原则，真正的原则，真正懂得如何去 apply
这是需要我们的智慧啊。所以用的合宜不合宜是智慧的课题，箴言的确有谈到这个。如果你注意箴言的话，你会发现到警告舌头，舌头，我们的舌头，我们的嘴巴是到处都看到啊。这边当然我还有很多的经文没有列出来，这边只是随随便便的指出一些的经文，就非常的明显，箴言非常警告我们的舌头，讲到我们的舌头是非常的危险，你要非常的注意。17章27到28节呢，甚至讲到一个非常偏激的话，就说寡少言语的有 知识，性情温良的有聪明，愚昧人若静默不言也可算为他的智慧。 OK，如果你真的是愚昧的话，但是你如果选择不讲话，这已经成为了你的智慧。OK，闭口不说也可算为聪明。所以这个是非常的清楚的表达一样东西呢。我们的嘴巴要非常，那这边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讲话哈，不是这样的意思哈，就是你不要多言多语哈，特别哈，你不要闲言闲语哈。对，我们接下来这边。到处搬弄是非的，泄露秘密，好说闲言的，不可与他结交。这边不单只讲我们不要有闲言闲语，这边甚至是讲如果你遇到这样子的人，最好不要给结交，不要听他所讲的话等等。其实你如果看我的那个的所谓的传单，就是我可能要快一点我传达那边就讲到 TED Trip 他的确有讲到一样东西，如何好好的教导这个的孩子关于这个箴言的教导。他其实就是有用到这段的经文其实他好好教导他的孩子呢，当他的孩子长大了之后呢，他去到大学的时候呢，当他遇到当然这个是年轻人也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结交的时候有发生的一项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会用讲闲言闲语来结交朋友用它作为一个的筹码来结交朋友比如说我过来我跟你说，哎呀，你看某某人他很不好其实好像是说我告诉你这个的秘密，我看我多么的信任你我跟你对你多么的好我告诉你一个全部人不知道的一些的秘密，我来告诉你，这个是用闲言闲语或者是诽谤的话语呢来结交朋友，作为一个的筹码来去结交朋友。但是呢，但是这个 Ted Trip 讲了，他的女儿呢，他去了大学了，当他遇到这样子的人呢，他如果是懂得箴言的话，他就知道这一类的朋友不可以交因为他喜欢闲言闲语这是给我们的智慧，懂得去如何选择我们的朋友。不单止我们不要讲我们也不要听其实在新约里面呢，也多处的有这个的关于这个舌头的这个的问题雅各书讲得很清楚我们舌头虽然是小，但是却是非常可怕的基本上是我们的舌头呢是可以破坏教会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的利器。OK， 路加福音其实也讲到一样东西，善人是从他心里所存的善而发出来的，恶人呢就是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来了，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当我们口里面说出来很多的这些事情呢，其实是暴露出我们心里面其实产生了一些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什么问题呢？比如说苦读啦，比如说骄傲啦，比如说我们非常的自我中心啦很多时候可能因为我们是活在比如说非常不如意的这个的情况之下然后就对一些别人的如意呢就非常的不爽非常的苦读我相信这个教会很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贫穷人比较没有不富裕的人看有钱人特别的不爽因为他一直以来都不能够都不是 活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他就产生一个非常大的苦读所以呢他们就无理由的来去针对某些的人这是苦读然后骄傲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学习了一些的东西，我们认为我们很了不起，我们比教会里面其他弟兄姐妹都了不起，甚至我们比教会的长老，比教会的这个的牧者来得更加的聪明，更加的厉害，更加的理解神的话语
然后呢，我们就骄傲起来，就产生有很多的所谓的闲言闲语和批评等等东西哈。我们自我中心，我们常这个我会很喜欢讲的，就是我们人呐、啊，很多时候来到教会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看教会如何对待我们啊，你们对我热心啊，你没有好好的招待我啊，这些都是自我中心。到后来的时候呢，如果教会没有很好的啊跟你啊握个手啊，欢迎你啊，然后我们就带着满口的怨言出去的时候啊，你看这个教会多么的不好，多么的冷酷哈、多么的什么啊，不懂得招待新朋友的东西，看这都是其实都是以自我中心作为出发点。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懂得去审查自己，很多的问题都是从我先造成出来的，我先有苦毒，我有骄傲，我自我中心。好，所以你心里面有什么口里面就说出来，你为什么常常去批评别人，你为什么常常的去说别人的不好等等东西、啊、所以呢我们就从因为其实是出于我们心里面的、啊、问题。所以圣经的确有很清楚的警告我们舌头的危险，新约里面有讲到，以弗所书也讲到我们舌头很多的问题我、啊、要小心注意，但是箴言特别的强调、啊、箴言非常的清楚的强调、啊、舌头是非常的危险的。箴言也教导我们要注意的听和特别强调这个管教，你要注意，你如果是喜爱管教的话呢，啊，我儿啊，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你要好好的听你的父亲的训诲、啊、这其实是一章八节里面所讲到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箴言一到九章就教导说，我为什么教导你这些箴言，就是希望你好好的听，你要好好的听，你愿意的接受管教，那就是你的智慧。你的耳朵要好好的听好的管教，你的耳朵不要去听闲言闲语、啊、还有另外一个好，我很快的来结束 这个呢箴言也非常的清楚的教导、教导我们应该要注意教导下一代去敬畏神。其实整本的箴言要讲的是什么，就是父亲在教导他的儿子，你要学习，你要选择敬畏耶和华神，你要选择智慧。 OK， 圣经也非常的强调、哦、做父母的应该要好好的管教孩童、哦、这个要特别的要提醒我们、哦、特别我现在在美国、哦、那严格 来讲呢，美国是非常的、害怕做父母的走去仗打孩子。 OK，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很可能会产生暴力等等东西、哦啊、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这个东西弄错了、哦、是的，有人会暴力的对待他的孩子，但是你不能够说每一个人都是如此。而圣经呢严格来讲呢就教导说，我们会说我们、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呢就很喜欢一丢呢把所有东西都丢掉、就是说、把那个水呢，你的孩子在里面冲着凉、就是在浸在那个水里面、啊、我们要把这污水啊，这个洗澡洗污了的那个水、啊、肮脏的那个水呢我们要丢掉，但是我们往往连那个 baby 呢也一起丢掉、啊、所以当是的这个的虐待的打孩子是错的，肯定是错的。 OK、我们要把这个除掉，但是你连那个正常的管教孩子的仗打呢你也丢掉呢，那就不好了。其实箴言呢其实有教导的很清楚、哦、不可以不管教孩童，你要用杖打他。当然这边所讲的杖打他不是虐待性的、哦、千万不是这个千万不是这个意思、哦、你打他他并不至于死，你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这边就讲到一样东西，也是一个的优先次序的问题。到底你尊重你看重你的孩子身体上的需要，还是你看重你的孩子灵魂上的需要？还有到底你是尊重你的孩子多，还是你尊重耶和华神？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应该要管教我们的孩子，是因为这是上帝不喜悦的，我们盼望他不要得罪耶和华神，所以我们要管教。其实上帝当时对以利的这个的就是以利这个的祭司，他没有好好的管教他的孩子，他其实是有劝他的孩子的，他有劝过他的孩子，他的孩子都是祭司啦、哦、他们抢这个耶和华神的食物，严格来讲就这样子嘛，他们要献给耶和华神的，他走去抢过来，
然后呢，他们还犯这个的啊淫乱罪 ，OK， 跟这些的在会幕门口的这些的妇女们哈、哦、搞上关系了。当时候这个的以利其实有劝他，哦，你讲哎不错啊，他有劝啊，但是他没有好好的管教哦，他们不听，结果他就有点像是任凭了。当时候上帝给以利的一个评语就是，你尊重你的孩子多过尊重我，你尊重你的孩子多过尊重我。还有他还。上帝也给一个的的评语，就是你的孩子犯罪你知道他们会惹到神的这个的咒诅但是你却不管，差不多是这样的意思你明明知道他们得罪了我，会惹到我的咒诅，但是你却仍然没有去好好的管教他们。所以记得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到底是尊重神还是尊重我们的孩子？我们到底是关心我们的孩子的灵魂上的这个的需要呢，还是我们只关心他肉体上的需要？这个严格来讲也是这个的优先次序的教导。好、哦，箴言非常强调和、哦、我们要好好的教导下一代去懂得去敬畏神。OK，我有少少的，超时不是少少了哦，已经超时了。OK 不好意思，好，我就在这里分享到这里为止所以我知道下面有一些的问题解答有些什么问题解答？我们可以多长的时间呢？问题解答。不好意思，刚才已经断线了。哦，OK，好。好，基本上已经超时那了，就那没关系，我们好，这里有一个问题啊，这样子。好的。哦，如何解释智慧？OK，好好，sorry，我看到在 chat 那边有啊，好，我就问他如何解释智慧建造房屋和七根柱，OK，凿成七根柱吧，看那1000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这节经文是否高估男人而贬低女人的？嫌疑呢？我想，OK，我并不认为这段经文是这样的意思不过现在 at this moment 不好意思我暂时还没有办法来回答你这个的问题。我看我可以好，怎么样去。我可能再回去做一下一些的看现在我在马上的我就不能够回答。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我去找一找，然后我再我可能回应给你们的领导好不好？然后再透过他来回应你吧，好不好？这样子会不会好一点？不好意思，OK。还有什么问题吗？哎，在座的各位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打开你的麦克风来提问啊。好，应该是没有了。OK，好我会注意这个的问题，然后我等下我再看一看，然后我再给一个答案我可能透过这个 WhatsApp 然后看一下他怎么样去让你们知道，好不好？OK，好，谢谢我们的刘牧师好，就相信大家也听了非常精彩的讲说解释。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这个圣方传道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智慧的源头，敬畏你的人。就能够有智慧、有能力来处事，尤其是我们看到，在你的智慧里面，有许多难题都能够迎刃而解，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聪明智慧，乃是因为我们认识了上帝，借着他所赐下的智慧，
去应对万事。谢谢你今天晚上透过我们的刘牧师深入浅出的带出证言书里头的处事的教导。我们知道在短短的时间无法一一的完全的把里头的精华都讲出来，但是我们已经大略的知道这个真言书里头的智慧文学的确是受用无穷。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真言书，让我们在各领域各处境里头能够去应用它。我们也求你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听了之后我们能够去反思，也能够去应用。愿主你亲自带领，这个时候要散会，愿主你的平安喜乐常与我们众人同在。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OK， 好，局长再见了是吗？好，再见。接下来有一个简短的报告哈，就是一下子啊。好，那接下来就是这个下半年的也是到今天也是第五场了。那如果还有想要追回以前的一些课的话呢，可以在这个 YouTube 平台或者是这个Facebook 上面呢，都可以搜索以圣资源培训中心来寻找之前的课程啊。那也欢迎大家点击 like 和 follow， 并得到最新的资讯。然后在接下来9月22号有这一个也是一样实践神学9月份的解读约拿书十个方法，有我们的李锦斌牧师主讲，然后有我们的李宗明传道主持。然后再接下来是讲这个10月13号梁志光传道讲关于这个练瑜伽，基督徒可以练瑜伽吗的这个新纪元运动啊。那欢迎大家也可以网上报名，然后我们也会更新最新的课程方的更新给大家哈。好，今天报告就到此为止。好我们下一次下两个星期再见。拜拜，再见。再见，刘牧师，谢谢你。还没东西。OK。谢谢，OK。好。